什么？这个是我 DIY 的姜师傅方便面。 DIY 姜师傅方便面，哎，你尝一尝，尝一尝，可好吃了。哦，我的最爱。嗯，还行啊。嗯，好吃。赶紧吃，吃完带你去见个人。嗯，见人？见谁啊？天机阁的阁主云崖。哎，没事吧，没事吧？是不是这川味的是不是有点辣了？不是，去见他干嘛呀？挺尴尬的。你见了不就认识了？我是得找机会跟他说出实情，可不该是这种情况下呀。嘘嘘，先等等，应该很快就来。可能他现在有事，要不我们先走吧。来都来了，再等等。我肚子好像有点不舒服，我上个茅厕。啊？你等我一下啊。哎，你，啊，怎么去了这？云崖，你来了。找我何事？这不是叶菲儿的案件解决了，我特地和慕容晨一起来感谢你。啊，其实我也没有帮到什么忙，你们不用特地来感谢我。啊，我们其实也不是特意来感谢你的，我们，主要是想你俩认识一下。慕容晨，苍云国五皇子。嗯，我知道他，但你们真的不用来感谢我。啊，其实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上一次，因为慕容晨的事，你有点不开心嘛，所以我想要不，你俩可以聊一下。嗯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有公事在身，先失陪一下。哦，行行，好。怎么了？云崖来了。哦，那他人呢？又走了。要不然我们先走吧。急什么急？坐下。哎呀，我肚子又痛起来了。你，我要上茅厕，等一下。哎，你就不能憋一会儿啊？我可能还要再忙一下，失陪一下。我要上茅房，我要上茅房。你不能去。哎哎哎，他俩是在签大小号吗？